断的啊重伤某一哈，也造成今天啊啊稍微的擦拭来露显了、啊，好欣然的接受。鞠躬向大家致谢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首先我这边恭喜啊，蔡培辉啊，赢得这次的选举啊。那么我要感谢我们所有支持民进的竞选团队，你们辛苦了。但是虽然呢、啊，没有胜利啊，主要是1000多票哦，这个是非常微小的差距呀、啊，啊，但是主要是怪我自己啊，努力不够哦。但是呢，这场的补选啊，是一个有枪有子弹的，跟一个没有枪没有子弹的、啊、来对抗哦。当然了，赢的机会啊，我们不敢说没有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努力不够。啊，由于媒体的不断的、啊、重伤抹黑哈，造成今天呢 稍微的擦拭来露显了 我欣然的接受哦 但是我要鼓励我们国民党的年轻人，你们赶快好好的出来啊，出来打拼哦，为年底的这个立委的选举啊，好好的在努力，让我们年底能够再赢回这次的立委的选举哦。啊！现场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，好好的加油，好好的为国民党争一口气。